肖战即将解锁2022年第八个代言，即百年国民品牌行业龙头企业青岛啤酒。烈日炎炎的夏日，怎能缺少喷香的烤串和清凉纯美的啤酒？肖战的这个代言来得太及时了。之前青岛啤酒为肖战拍摄的物料就很高端大气，肖战一身黑色连体工装，脚蹬黑色皮靴，尽显王者风范。相信看到青岛啤酒代言人物料的，都会禁不住要起一瓶啤酒 happy 一番，给夏天的夜晚再增添几分恣意、浪漫的味道。而青岛啤酒此次发布的预热视频中，并没有放代言人的全身照，而只是露出其眉眼，吊足了大家的胃口。是我熟悉的眼睛，魏无羡、石影、顾一野、萧春生的眼睛。山东人夏天的血液里都流淌着青岛啤酒，配羊肉串和大虾绝了。最近还有人质疑某艺人唯一一个高奢大使掉了，七拐八拐到言之凿凿地说，真正掉了高奢的是肖战。然而真相是肖战的高奢稳稳地还在代言列表中，这就很让那些黑粉尴尬了。我总觉得代言来来去去很正常，得到了是实力与商业价值的认证，失去了只要自己足够优秀，还会有更多更好的代言纷至沓来，何必把一个代言即使是高奢那么当回事儿呢？曾经肖战代言个位数时，经常被黑粉挂在嘴边嘲讽，各种影视资源和商务资源太虐的拉踩通稿满天飞。即使是这样，肖战没有表现出野心浮气躁，更没有为了蝇头小利随便接微商代言或有争议的品牌充数。宁缺毋滥，优中选优，一直是肖战接代言的宗旨。而在肖战不断进组，电视剧也一步一步上映，并且获得口碑与收视率双丰收后，肖战的代言也全面开花，静待肖战又一高品质代言官宣，伴你我度过每一个明月皎皎，如梦似幻的夏夜。肖战超话。